化好的明胶储存在保温桶里边，通过压通器打压，输送到两个输胶管里，然后打到胶盒，形成胶皮。这个是给胶皮制冷的冷水机。料斗通过里边注塞泵把物料打到这个喷体里边，然后一边灌风，一边灌注一边封合，就形成这种软胶囊。这软胶囊直接通过这个溜丸这个板到这个定型转笼里边进行定型，定型好的软胶囊呢就可以放到托盘里边去干燥了。